好了，老板，那你我们就到这个柯志荣、柯青，还有很多名字啊。那你这个是哈可拉拉帮的最大的哈城市啊。那你这边的历史啊，就是啊，1503年到1663年都是葡萄牙人啊。葡萄牙人在控制这个地方啊，那么呢，接下来又出现就是英国人啊，1863差不多这个时间啊，荷兰啊，对啊，所以这边啊，就是可以说全印度的邦是省里面最好的地方，也可以说啊，就是。这个，这个独立电视台有没有啊？独立站那个扎实啊，这个就是这个阿拉伯海的这个广阔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啊，在全印度最干净啊，最美丽的地方啊，虽然啊不是。城市不是那么大啊！伊本来就安尼，哎，袂当调政治的啊。伊本来就是安尼，我头先就是讲伊这本来就是。这边的哈语言哈，这边的语言就是不同的啊。这边讲的都是哈马拉亚马哈语言啊，印地语这边没有在用啊。那商业语言哈就是英语啊，英文为主啊。那这边的。主要这个经济方面哈，他们的经济来源啊，第一个就是鱼吧啊，就是说鱼，还有股市哈，很重要的就是香料啊，玛莎拉啊，香料哈，股市中印啊，中国跟印度哈贸易啊交流就是这个哈。科技啊，这个科技啊，就是他们的中心，贸易中心啊。所以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跟其他的印度啊邦还是省啊，完全有不同啊，也蛮干净的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前往就是先去饭店啊。今天的饭店也不错哦，很好的哦，也是五星级的哈、哦。有没有 WiFi 啊？那么你要到饭店没有？一定有 WiFi 啊！要不要付钱？哦，路程，路程42到45分钟啊、哦，大概这样的路程。然后到饭店以后，我就下午的行程，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参观的地点啊、哦，都附近啊。哦有一个商店啊，车道这边比较强，哦，只要外套就可以放在车上，因为外面比较热嘛，下车比较不会穿到外套。那建议把外套啊，然后可能拐杖甚至是鞋子，都可以放在车上，就不用再移来移去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行程基本上就是每天都会换饭店。基本上每天都会换饭店、哦、所以就是这样子大家比较省事、哦、不要东西拿来拿去这样子、那我们下午的行程就是现在前往饭店去吃午餐嘛，那下午